令人真麻烦，这么慢，你快一点哇、啊！急什么？我刚刚才吃完早饭，再等我一个小时，半个小时吧，尽快啊！半个小时对我来说太多了。那你去县城就直接这样去啊？这样不太好啊！真是的，虽然是个村姑，但是进县城变成什么？不知道怎么说，反正就是要化个妆。你又不是花姑娘。不是花姑娘也要化个妆啊，真是的，这好难得去县城一趟。哎，我们有多久没上县城了？哎，真的也蛮久了嘞，一两个月了吧？不止。今天带县城上县城去，是不是要给我买点啥东东啊？又想败家。可不可以买铁公鸡？我铁公鸡真的是对那么好，可以。比如说逛逛街呀，买买衣服呀。逛街要牵手吧？不要，手好臭，被我嫌弃。切。嗯。给你十分钟啊。不是半个小时吗？现在降价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啊！现在天气好热。怎么办呀？凉拌怎么办？我现在变得这么黑了，怎么办？不黑可以，已经很白了，好不？哦，等一下出门怎么见人啊？我要多擦一点粉，这么黑，等会别人会笑我的呀。那戴帽子戴口罩呗，真的是。真的真的，多擦点多擦点，多擦点这个粉底，不然等一下太黑了，别人就会笑我的。那等会如果走路的话掉一层怎么办？这个不会掉一层啊，这个掉不了一层。哎，我就真的晒了一个拳啊、哦、手啊脚啊晒得很黑，就是在乡下啊、哦、你避免不了的那种晒黑。哎，我现在都成黑鬼了，你还说黑棍。行吧，哎，别跟你莫帅了，你快点搞讲话，你越搞得慢。快点搞快点搞。哎呀，不要吹，我也在口红都擦到一边去了。半个小时了，那姐姐还没好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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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出去，我换下衣服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换下衣服就出去。等我在外面。出发吧。哎呀呀呀呀！怎么样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有没有时尚一点？哎，可以啦。是不是你刚才考好多了？还行行行，臭美。前面是不是有钱在等你，还是有美女在等你啊？这么急？都有都有都有，走了，快点快点快点。